好大汗咧，呢排有冇用止汗產品啊？其實未出門口已經濕曬咧，用咗爽身粉，知唔知道好毒噶？裏邊嘅石棉粉都係原來歐美國家咧已經咧告緊佢哋咧，原來係會令到佢哋咧係生 cancer， 尤其是肺部 cancer。咁今次同大家介紹兩種咧好安全嘅止汗產品，而且仲係 plastic free 㗎，非常之環保，同埋咧係對大自然都非常之好嘅。首先呢個牌子咧係Live for Trees， 咁就係加拿大出嘅。咁佢用高嶺土啦、苦間樹啦、堅果油，對於一啲容易有濕疹啊、敏感嘅朋友咧，佢係非常之照顧得好好，因為苦間樹咧係醫呢個濕疹非常之好。另外高嶺土係平時咧就係用喺面膜度噶，今次用喺咧 underarm， 你 underarm 嘅感覺一定係好舒服，而且我會輕輕咧踩喺呢啲位置度咧吸埋啲汗，咁個口罩咁就冇咁容易濕曬啦。咁第二個產品咧就係呢一個玫瑰燈泡啦。玫瑰燈泡咧，我好中意佢陣味道，每一次出門口噴完之後啦，我覺得自己好似用緊香水咁啊。咁嘅成分我最中意就係比較特別，就係用呢個喜馬拉雅山嘅鹽啊。其實我哋流汗嘅時間咧就係啲電解質同埋鹽分，所以咧流完汗你覺得好攰啊，好暈陀陀嘅時間咧，其實飲杯鹽水，甚至係咧個身咧落少少鹽咧，都可以加翻呢啲電解質嘅喎。另外佢加呢個咧葛根啊，可以解暑，仲有佢咧有少少粉紅色嘅一點點係咩嚟㗎？佢將玫瑰花瓣咧磨碎咗，咁所以變咗一個咧係香香公主啦，你就會變咗。咁我哋有兩種味道啦，而且咧我用嘅係咧小朋友度都非常之安全。咁呢排咁熱嘅時間，佢哋噏緊呢啲片嘅時候咧，譬如成日拗啊，咁我就咧幫佢個 pat pat 咧有一個非常之高嘅享受，拍咗呢一個咧薰衣草特務，話佢真係冇咁痕，同埋咧非常之舒暢啊個 pat pat。咁係啦，咁呢兩種咧都係我哋同大家精心挑選嘅產品啦，就係 plastic free 嘅產品同埋一個好好嘅夏天嘅止汗產品嚟嘅。